午餐我要给自己做一个泡菜牛肉炒饭，剩下的几块牛肉用锅煎一下，把它那个油给煎出来。平时可以多吃点泡菜，因为泡菜是这种发酵的食物。是不是很简单？不仅很简单，而且非常的美味，超级香哇！这盘的肉好多，吃饭啦！再加上那个椅子啊，是手动的，所以我压下去，我坐下去的话，它会自己下来。能不能去请你说一个很漂亮的那个？church 旁边的，嗯，可以啊。这个是不是很简单？很简单，就跟我们在巴顺区那个路一样，也没有车子。去那边吧。OK。我现在就在车，我想去冲山了。但再接着，你让他再好好练一下他的 basics。空盘了，太好吃了。凯文也空盘了，两个空盘。好吃。付钱。我们现在来陪凯文买车。他前两天换车，他买了一个车他不喜欢，现在要把它换掉。开心啊！可以啊。原本10000，然后现在卖7000，而且又是我们的 size。是电车吗？这不是电车，这是正常。哦，这因为是 used 吧？可能是人家的 demo 嘛。那你要不要买这个？我没有7000，不想。你没有7000块？不是没有7000，是我不想跳到7000。再看一下这个。这为什么就要8000多？为什么很漂亮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哪里漂亮？你要看它的这个机械嘛。这台是你的旧车，对啊，它要换成这一台，好多车。怎么样感觉？棒呀，感觉完全是可以操控的。上下一下你的座位看一下。OK， 可以走了吧？好，走走，拿下去，按在这里，小心啊。We are done。还有啊，所有的柠檬还有4颗呢。为什么？全部都要。大家帮我挤吗？嗯。左上角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。我的脚好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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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的然后放到冰箱里去冰冻，就会变成柠檬冰块，然后到时候就可以放在水里面，或者是做 lemonade。You're so organized， 你好整齐啊！天哪，这个小孩这么整齐，这里面全是挤干的柠檬，而且还挤得挺干净的，这样看起来很像一个毛毛虫哎。你不觉得吗？像不像一根虫子？像不像？哇，好整齐的小孩哦！挤好啦！哎，他还在滴，他还在滴，他还在 still。我装一点 ice。要我帮你弄嘛？你先去洗手吧。柠檬汁，不想要水，很酸的，还要加点 honey。有水吗？Lemonade， 新鲜做的 ，right？ 好喝吗 ？Power Ranger， 你觉得怎么样呢？
啊，嗯，哇，超酸。现在我们去，我去，我们买点家具。你想不想？不要再给他买白鞋了，你自己穿，你自己穿，你平时要自己穿的。Got it, right？ 看你的新鞋来。哇，好黑哦！感觉今天在浮在空中。这是什么呀？西瓜坑呢？不用不用。Oh look, you can make pizza too. 这好可爱，你看，这是专门做 pancake 的耶。Yeah, see? Eggplant. For pancake. It's for Jaden. A toast. 我们买好了，要去吃东西了，肚子好饿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不高兴啊？我觉得这西瓜，美国西瓜都不甜，因为你没有吃过甜的西瓜。Because we're not the same person. But I should never try the sweet one before. 这西瓜真的不算甜。我觉得甜。我吃饱了。我刚才打给你的他们打折的时候吧下单的，一个是这个 CEF 的维他命 C 的面霜，一个是这个抗氧化剂，反正就这样三个，满200有送一个套装，套装里面东西还挺多的，有一个贝德玛的这个卸妆水， George Jensen 的放香槟的一个容器，放一个酒进去看一下，好看，这个远看比较好看，去整体看它的线条就是很流畅，好美啊！家里的那个狗狗在我在地毯上面尿了好多地方，就是它，它就喜欢尿在地毯上，喷在地毯上，然后会把它的味道给清除掉，所以呢，狗狗就不会继续在这个上面尿尿了。那就这一块有一点黄黄的，它每次也不是会尿很多，就尿那么一点点，可能在占地盘，就这样喷一下，这个压上去，这样子，希望有用吧。不要再尿喽，艾莉。什么中文我也不知道叫什么，但它叶子上摸上去是有一点点好像粘液的感觉，就是很香很香，超爱闻的味道。感觉这个叶子有点多，要把叶子给再剪掉一些。你好可爱。插好啦，郁金香好好看，等它再完全开了以后会更美。还有这个洋牡丹，它的美在于说它的这个根是这样很优雅的，会有不同的方向，然后弯来弯去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花的重点就是要插的长长短短的，然后不同方向就会有一种很随意很优雅的感觉。